好，我们亲爱的管长老，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就是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这样过。但是当我们每天过，好像这个日子很 routine 啊，或者是好像都是很重复，好像都是很平淡如白开水。但是让我们紧紧记得，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上帝陪伴我们呢，其实呢，我们一天都很难过的。让我们在过这些日子的时候，每一天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敬拜，每一天我们都用感恩的心，你会发现你是越来越开心的。神把那个属天的喜乐呢，就赐给我们。阿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或者你自己也曾经这么想过：哎呀，不要去看医生啊！去看医生呢，不去看还好好的，一去看呢，就治你病那边病哈。有没有啊？不敢讲，因为关长老在这边啊。也是一样，我也真的是亲耳听过我的病人跟我说：“哎呀，不来看你还好，医生看了你之后，哎，这里牙痛，那边牙痛哈，等等呐哈。”这个我只能够在那边苦笑。为什么呢？这个牵涉到一个逻辑的问题哈，不是因为你看了医生，所以这里才有病，那边才有病。而是原本有问题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去寻找这个专业的一个的咨询的时候，我们的医生用他的经验，用他的专业，用他的技巧，各方面帮我们预先的诊断到了我们的一些的毛病，在这些毛病还没有变成更大的毛病之前呢，他就告诉我们有这样有这样有这样。是啊，我当然明白要接受，哎呀，本来不看医生不知道哈，看了医生，医生告诉我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那个心理的负担是一时很难接受的。我当然非常的明白，而且呢，如果可能，我们的这个问题稍微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的医生就会建议一个的疗程。哎呀，这个疗程可能很辛苦，这个疗程可能是不简单，甚至呢，这个疗程可能会牵涉到一些金钱上的那个花费。难怪呢，就有人说，哎呀，看了医生真的是呢花钱来买罪受哈。但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哈。我们不要像那个鸵鸟把头呢埋在那个沙堆里面，我们也不要把那个垃圾把它扫在那个地毯里面。其实呢，医生，我当然是说好的医生，真正有医德的医生呢，他是来帮助我们的。真的，各位，这个医生的诊断，他建议了这个医疗的方案，我们要接受是非常的残酷。但是呢，这个是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的毛病或者这个的疾病呢，它唯一一个可以有康复的希望，就是我们能够接受这个医生给我们的这个建议，然后去进行这个，是很困难，是可能会带来一些的不舒服，是会花一些的钱呢，但是那个是我们能够康复的希望。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已经来到启示录七教会的最后一间的教会了。我们这个地图相信到今天大家也很熟悉了，把这个红色的四方格把它放大，就是在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的西边的时候把它放大，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更大的地图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这启示录七教会所处的位置。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红色的这个椭圆形，这个叫做老底家的教会。我们继续来翻开这个的圣经，我邀请大家打开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开始，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但是我们不会在这边一口气把它从这边读到最后一节，但是呢，当我继续往下去讲解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一面去参考你手上的圣经。为什么我每次讲到是这样来坚持呢？因为呢，唯有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恳求圣灵啊，借着他的能力，然后当我们看的时候，神自己的话语，不是人的声音，神自己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眼睛里面，然后就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话语要祝福我们，神的话语要提醒我们，神的话语要引导我们，神的话语要医治我们，神的话语要赐福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打开圣经，让我们不单只是听，让我们亲眼去看。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等候，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宣告你是独一的主宰，并且我们欢迎你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像雨水一样浇灌我们，恩膏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的地方完完全全的充满我们，让我们只单单属于你。我们进入这个听道的时间，我们知道主你的话语是那么的宝贵，主你的话语是那么带着一个的能力，主你的话语也正如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引领我们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怎样紧紧来跟随你。主啊，赐福我们这段时间，接着我们看圣经，你自己的恩典从我们的眼睛里面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各位，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会非常轻易感受到呢，这个老底家教会，它从表面上来看呢，是这七教会当中呢最好的，它有它本身的条件呢是很优秀。在主耶稣写给他的这封信里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呢没有罪恶，没有异端，没有外在的逼迫，是不是？我们过去讲的那六间的教会，有些就很严厉的受到外在的逼迫，甚至有人已经因福音的缘故失去生命了。有一些呢是很多的施工，但是失去起初的爱心，而有一些呢是能够有很多的施工，但是却一不小心容让那些的假先知、假教师在教会里面搞搞整哈。我讲搞搞整是讲的轻松了。其实当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一段哈来摇动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的时候，那个是非常危险的，那个就好像我们再一次把耶稣钉在十字架这样的来羞辱。但是呢，老底家教会外在没有逼迫，内在没有异端，但是我们却发现主耶稣呢毫不留情的责备他们，主耶稣毫不留情地揭开他们这种表面很风光，但是却让他们看到这种表面的风光所遮盖的底下下面是一种致命的一种的圈圈。他说我们完全什么都有啊，为什么你说我们一无所有这个致命的圈圈呢？请我们看圣经第三章十四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第十四节到十七节，耶稣就吩咐他的使徒约翰，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就是真实的啊，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而且是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个的主耶稣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你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把我把你从我的口中呢吐出去。十七节哈，这些老底家的弟兄姐妹说啊，他说，哎呀，我们是富足的，我们已经发了财，我们一样都不缺。耶稣却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正如刚才我一开始的那个的引言哈，不见耶稣还好，不见耶稣一无所缺、啊、见了耶稣，耶稣把那个风光底下揭开来的时候，原来是一无所有啊！怎么样一无所有呢？我们必须来到这个老底家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它当时呢是处在两条很重要的 highway，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两条 highway 交界的那个的中心点。因此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的枢纽。各位啊，这个老底家城啊，它在古代，就是在耶稣这个时代，在新约这个时代呢，它是那个一带一个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个老底家城以什么出名呢？在那边有很蓬勃的银行业，金融啊 finance 啊，而且有一些的文字的记载啊，最早期的那种信用卡的运用啊，今天我们都习惯用信用卡哈，但是这个是2000年前哈，但是呢已经开始有类似信用卡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用法呢，在老底家教会啊，在老底家这个城市。
老底嘉这个城市是当时世界最富有的城市。有一个例子哈，主后60年一场的大地震把整个城市毁掉，但是他们不必靠任何其他人的帮助，不必靠罗马帝国的帮助呢，用自己的财力很快的重新把这个老底嘉这个城市建立起来。多么的强大，多么的能够自供自足，多么的不需要靠别人啊。除此之外，老底嘉还有另外两样东西呢，是非常他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夸口的，是什么呢？第一是那个的眼药。原来这边有一间很出名的一间的医院，这间的医院呢是出名眼药水的。哇，很多人四面八方来哈，啊，眼睛的问题啊，怎么样呢？眼睛什么问题？这个眼药涂一涂，哇，就能够好了。所以呢，他们也借着售卖这个的眼药呢，也累积了很多的财富。第二，或者是第三，这里第三点，他们这边呢，因为处在一个很肥沃的一个的土地，啊，那些草是非常的茂盛，因此呢，那边养的其中的一种的羊种啊，是黑毛的羊。而且这种黑毛的羊光溜溜的，就是非常的亮的，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黑羊毛。用这种黑羊毛来织成这个的衣服的时候呢，真的是是一种的很 atas 的一个的产品啊。用我们今天的一些的比喻啊，哇，是 Burberry 来的哈，啊，是 LV 来的哈。是各种各样那种很 atas 的名牌，他们真的是引以为荣。他们单单靠这三个特点呢，已经足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各位，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金融哇，这个城市很富有哈，那些的居民应该是生活的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比如说眼药就代表了医药哈。Medical， 哇，这个城市啊，它的医药的水平又这么高，然后又有这个的优质的黑羊毛，这代表了日常所需的一些的东西。各位，你知道世界上最适合住人的城市是哪一座城市吗？当然每年都有改变了有时候就是Melbourne 啊会上榜啊，有时候是在欧洲那边一些的城市会上榜。很多时候他们评审世界上最适合人住的地方呢，就是靠这些就是看这些的条件，经济啊、教育啊、日常所需啊、这个的医药等等来评估。哇，如果在当时，这个真是最适合人住的一个的城市，要不要一起去？难怪连这个城市里面的教会，老底嘉教会也这么说哈，我是富足了，我发了财了，我一样都不缺。然而，耶稣是不是一个最喜欢泼冷水的？当他们引以为荣的时候，我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我很富有。耶稣却说哈，耶稣很无情的揭开他们那种致命的欠缺。耶稣说，你知道吗？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露体的。耶稣很不近人情啊，困苦可怜、贫穷，我们有的是钱啊。耶稣，你说我们瞎眼，这里远近谁不知道我们有最好的眼药？耶稣，你说我们赤身露体 ？No， don't play， 不要开玩笑啦！我们身上穿的这个 LV， 这个 Burberry 啊，是最奢侈、最昂贵的这个黑羊毛所做成的。耶稣，你开什么玩笑？我们继续看下去，耶稣却说呢：“你不冷不热，来形容这间的教会，第十五节，来责备这间的教会。然后耶稣是很严厉的，我必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就是说，耶稣说我不认你我放弃你我离弃你第十六节，如果耶稣说，如果你还是沉醉在你自己这种自以为是的富有当中呢，就没有资格成为一间的教会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对许多信徒的 来说呢，这两节经文不冷不热等等就是在这个第十五节、十六节，我们很熟悉。
这两段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两节的经文也是最常被错误解释的经文。如果我们用我们中文的理解，也用我们日常的用语不冷不热，我们很容易理解为耶稣责备这间教会不冷不热。哎呀，不热就是哎呀，没有很热心，不冷不热啊，没有很热心，但是也不至于放弃信仰啦，因为至少不冷不热嘛，好过完全冷啊。完全冷就是离弃信仰，离开教会。不冷不热，各位，不冷不热好一点呢，还是冷好一点呢？这样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冷不热还有的救啦。各位，你希望你的太太、你的老公对你不冷不热，还是完全冷淡去找小三？啊，不冷，如果只能够从这两个选，哎，不冷不热还好一点，还有希望啊，有时还会热一点，有时还会。但是呢，各位，为什么耶稣会说，我巴不得你或热或冷？意思说呢，耶稣说，我真希望你或者是很热，也或者是很冷，我不要你不冷不热。哎，难道冷好过不冷不热吗？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我们最常去错误解释的经文呢？因为我们时常以为不冷不热是这样的意思，其实不是啊。这个必须要回到老底嘉教会它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去理解，其实一点也不难明白的。当我们看老底嘉教会的时候，注意一下，它附近有一个叫做希拉波里的一个的城市，也注意一下，它附近有一个哥罗西这个的城市，在这两个城市当中都有教会。那时我去到老底嘉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站在这里，然后就拍了一张那个 Paramount 的那个的照片，就是为了要讲解这两节的经文。在这个照片这样看，你就看到在这边青色的部分，这边就是远方，就是希拉波里，在这边蓝色的这个就是哥罗西，而我站在拍照的这个地方就是老底嘉。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理解呢？刚才说，哎呀，不冷不热，不冷不热是什么啊？癌酸吗？癌酸是最好喝的吗？为什么耶稣说要把那吐出去呢？哎呀，有时候我们晚上了，去到妈妈啊，妈妈说哈、啊，哎呀就不敢喝咖啡吧，哎呀，癌酸嘛，癌酸啊。那是最适合的吗？最适合老人家的吗？我不是说我老了哈，也相当老了哈。为什么耶稣却说我要把你吐出去呢？原来啊，各位，在希拉波里，今天呢称为棉花堡哈，如果有去土耳其旅游，一定会去这个地方的，是最热门打卡的地方。它是世界遗产 World Heritage。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呢，在希拉波里这个地方呢是以温泉著名的。哇，它的泉水一冒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热的，然后当中带着很丰富的这些的矿物质，然后呢人震下去的时候呢是带着有一种医疗的一种的作用。这个为什么称为棉花堡呢？远远看去好像是摆设的一个的城堡，所以称为棉花堡，是因为千百年来哈，这个温泉的矿物质在那边沉淀，在那边凝结，而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这样的摆设的一个的奇景，再把它放大，我们走开，直到今天，这些的温泉还是这些游客等等喜欢去的。然后你看到地面上都是这些矿物质，这个已经是千百年来累积的一个温度很高的一个的温泉。当这个的温泉水流慢慢往前流，然后流向这个老底嘉，然后它流的时候呢，温度就会慢慢降低了，然后里面的矿物质也会慢慢的沉淀，然后当它流到那个哥罗西的时候，温度已经很低了，然后矿物质也沉淀的七七八八，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可口、很清凉，让人一喝下去立刻精神抖擞的一种的很好喝的泉水了。但是当它流在中间老底嘉的时候呢，却是不冷不热的温度。你说好啊，还酸吗？
但是因为里面的矿物质还没有完全的沉淀，是非常苦的，一喝下去有人不知道立刻会做呕吐出来的。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的这个的意思。如果你像希拉波里那个的热水有医疗的作用，如果你是哥罗西的冷水有苏醒人心，喝了很畅快的这个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在老底家你是不冷不热的话，是一无是处啊，完全没有作用。不单止完全没有作用，不知情的人一口喝下去真的会反胃作呕，急着把它吐出来啊。这个就是这边的一个的意思，这个泉水在老底家的泉水正是处在不冷不热的一个的状况。各位，我们的教会，我是 general， 我说教会，教会如果热的话，哇，有医疗的作用，能够奉耶稣的名医治人。如果是这个哥罗西的冷水的话，但这些疲惫的人、受伤的人来的时候，一喝了那个冰冷的哥罗西的这个的泉水哈，立刻得到一个的更新，在属灵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是老底家的不冷不热，不单止不能够帮助人，还令人家作呕。当然另外一种的说法呢，是哥罗西的泉水呢一部分呢也是这个雪山啊，我特地要拍的这个照片，你看到山顶上有雪的，当春天夏天来的时候，这个雪融化就成为很可口的这个的冷泉水。因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冷有作用，热也有作用，但是呢不冷不热却是叫人反胃啊。而老底家教会的属灵的情况，就如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的温水，不冷不热的温水，一无是处，甚至叫人讨厌。难怪耶稣很严厉的警告他们，如果再继续降下去，我就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来。耶稣真的是毫不留情的揭开他们表面风光，里面却是一无是处的这种的圈圈。所以说失去这个教会的功能呢，老底家教会也同样会失去另外三样的东西，他们会失去真正的属灵价值了，他们变得在属灵里面非常的贫穷，不能够帮助任何的人，不能够发挥这个福音的任何的功能了。所以说他们以为很富有，什么都有了啊，很发了财啦，一无所缺啦，他们失去了意向 vision， 即使有最好的眼药水啊，却是属灵的盲眼啊，看不到自己的状况，也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他们失去第三样东西，他们失去一个救恩的保障啊，而变得属灵的赤身肉体非常的羞耻，并且因为失去这个属灵的保障，在撒旦的攻击之下呢，是变得毫无这个抵抗的能力。我们继续下去第十九节到二十节，揭露这个老底家教会的真面目，让他们啊看清楚自己的情况呢，绝对不是耶稣追踪的目的。就正如你的医生，我们的医生向我们建议啊，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要对症下药，好好的接受一个的治疗，我们才有康复的那个的可能。所以呢，在这边呢，耶稣却告诉我们，或者告诉当时的老底家教会，当然也告诉我们了，每一次疼痛的管教，正如每一次接受治疗的身体上的不舒服，就是一个能够重新来过，或者我们身体能够康复的一个的机会。因此呢，主耶稣就按照老底家教会他们所自夸的，带他们从这种物质上自满自足很骄傲当中呢，看清楚他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的状况。然后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这个第十八节到十九节，
耶稣说，我劝你啊，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真正的富足，属灵里面的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不是你夸的那个黑羊毛衣，把白衣穿上，叫你侧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恢复这个属灵的看见。哎呀，这些老底家的弟兄姐妹一听到，真的是如雷贯耳啊，真的是当头棒喝啊，真的是哇，我们所自夸的东西呢，原来却是相反的，然后向耶稣买这些东西呢，才是真的。耶稣说，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啊，这个的 gold， 这个的黄金啊，在新约里面，黄金特别是很纪念过提炼过的这个黄金，没有杂质的黄金啊，黄金呢是代表了我们那个真正的信心啊，单纯信靠耶稣的那个的信心。耶稣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富足。还有什么呢？这个的白衣，这个的白衣就是保罗所说的哈，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意思说我们要脱去我们的老我呢，把那个救恩呢穿在我们身上。眼药让我们恢复这个属灵的这个的看见，看见什么呢？这个当我们有了这个属灵的分别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别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短暂。各位，真的，一旦我们看破这个东西，我们就能够放下很多的执着了。我们就能够分辨什么呢？如果有了这个属灵的看见，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世俗的，什么是属灵的。因此呢，什么是值得我用我的生命去追求，什么是不值得我把我宝贵的生命花在上面的。哎呀，耶稣啊，讲话要这么直吗？非要把人家引以为荣的这个条件翻转又翻转，让人家这么难看，让人家这么难受吗？主耶稣不是发脾气乱骂人啊，他也不是居心要讽刺这些的人，叫他们难堪，叫他们很不好意思。主耶稣也不是像那个发脾气的爸爸妈妈哈，把自己的怒气啊，接着打，接着骂，发泄在孩子的身上。这种对老底家教会毫不留情的这种的介入，真的是的确叫人受不了，但是也是帮助他们接受事实。就正如医生讲了，哎，我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医生你再三检查清楚哈，啊，等等，医生不会因为你问多几句，哎，不是啊 ，OK， 我搞错了，没有的。医生还是坚持有，你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你要接受它。所以呢，耶稣就逼老底家教会放掉他们那些引以为荣的东西呢，真正看清楚他们现在这个的属灵的状况，这个不冷不热的这样的状况，是啊，叫人很受不了啊。因此各位，耶稣用了这启示录七封信里面最温柔最亲密的语气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呢？凡我所疼爱的，我必管教。各位做父母的都懂了，我们的孩子犯错，我们很痛心，我们很伤心，我们真的是要管教他们哈。其实如果我们不管教他们，其实我们不够爱他们。各位孩子们啊，如果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不再理你，不再管教你，你做什么他都不管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可怕。那个就是在罗马书里面上帝所说的任凭，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没有希望了。但是耶稣说，即使你是一无是处，即使你是这种不冷不热的完全的这种令人作呕啊，耶稣说我还是爱你啊。今天我这个题目是叫做直，就是直背的直，直深爱更浓啊，是骂得很彻底，骂得毫不留情，但是因为有那个背后有那个浓浓的爱在那边。主耶稣给我们的管教，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呢，不是发脾气，
不是刻意来羞辱我们，不是要践踏我们，而是要挽回我们，叫我们呢，心中我们所放不下的，心中我们一直要的。耶稣说哈，其实你们，我们才是耶稣心头里面那一块肉啊。耶稣说，正因为你是我心头里面那一块肉，我真放不下你，我真不能够割舍你，因此呢，凡我所疼爱的，我必要管教他。所以为了要挽回老底嘉教会这个心头里面这一块肉呢，耶稣就讲了这第十二十节的，我在门外叩门，听见了，你愿意开门了，耶稣说我要进到他那边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各位，我们相信这个第二十节大家不会太陌生，但是有想过吗？是在这种情况，在启示录这边耶稣讲了。而且各位，耶稣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这个叩门呢，在原来的意思不是叩两下，哎，没有人啊，走了去第二家，没有，这个叩门是不断在那边哈，不放弃啊，一直叩一直叩，你一直很固执，不要开门不要开门，耶稣说我知道你在里面的，你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耶稣不放弃，一直在那边敲，在门外等我们。还有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坐席呢，在原来的意思呢是吃晚餐，是以前那个时代希腊人吃晚餐的那个的字眼。你说有什么特别呢？原来希腊人呢，在当时呢，当时这种饮食习惯以今天的标准是不健康了啊。第一，他们早餐呢是随便吃，午餐呢也是随便吃，因为在外面工作不方便啊，辛苦了一天了啊，然后回来吃晚餐的时候又跟家人在一起了，这个晚餐他们就吃得很丰富，然后花很多时间，因为呢就是一天的劳碌之后呢，能够跟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不单只一面吃呢，一面跟家人联络感情，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的关系来的。耶稣说我是要跟你这样，不是随便吃一个早餐，不是随便吃一个午餐，而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各位，我们来到最后的一部分，就是第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这里耶稣说，那些得胜的，意思说，哎，能够知道自己这个状况，愿意悔改，愿意按照耶稣所开的那个的疗程哈，得胜的呢，耶稣说什么呢？来，我们来看，这个是耶稣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的应许。耶稣说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跟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圣灵像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呢，相比其他一些教会，耶稣的应许呢，这里非常简单，非常清楚，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很直接，但是却也是非常，甚至是最尊贵的，跟耶稣最亲密的一个的应许来的，一个的奖赏来的。耶稣说，得胜的，你要跟我同坐在宝座上，何等的尊贵。我们想也想不到，我们这些罪人啊，可以跟耶稣同坐在宝座上，而且呢，这里说要做王，跟我一起做王。各位，当这些老底嘉的弟兄姐妹、老底嘉城的人一听到做王啊，他们又有另外一个的想象了，或者有另外一个很深的一个的感触。为什么呢？因为曾经就在这个老底嘉城市里面，有一个有钱人啊，他曾经呢自己出钱出力，然后呢带领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把外面的敌人打退。当他们打退之后呢，那个罗马皇帝就很高兴了，就封他做王啊。各位，本来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现在能够一跃龙门做王啊，这个正是老底嘉人他们人生的规划里面，人生的目标里面那个最高的一个的目标。有一天我也要学他这样啊，坐在宝座上我做王，哦，这个真的是当时老底嘉人他们日夜都在想的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像我们，哎，这个城里面这个榜样一样。
但是现在耶稣说，不只是在这个小地方做一个小王啊，而是跟我同坐在宝座上，在以后新天新地当中呢，永远跟我在一起，一起享受这个尊贵与荣耀。各位，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的应许呢？而且这个王位不是由人世间的皇帝赐的，这个王位是那个坐在宝座上的，是那个得胜罪恶与死亡的，然后复活活到永永远远的耶稣基督所赐的。并且耶稣继续说，是在我父的宝座上与我一同坐王。当然他说啊，就如我得了胜一样，要坐在这个宝座上呢，耶稣说我得胜了，我胜过罪恶了，我胜过死亡了，我胜过苦难了，我胜过世上一切的疾病，我胜过撒旦所有的力量。做完，各位，如果今天我们也盼望能够跟耶稣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做王，没有 shortcut， 我们要得胜。但是这个得胜呢很容易，因为有圣灵帮助我们。耶稣说了，不要怕外面那些，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全部都大。我们是时候做一个的总结。老底家教会七间教会里面最不值得爱的，竟然蒙耶稣亲口说我疼爱你啊，凡我疼爱的我必管教。这个老底家教会遭受到主耶稣最严厉、最毫不留情的责备，却又得到耶稣最温柔的那几句话：我在门外叩门。这间教会呢，得到主耶稣最个人的那个的邀请：你开门我就进去，我与你，你与我，一同坐席，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这间教会不冷不热，一无是处，令人作呕，却有一个最尊贵的奖赏的那个的应许。说完，各位，这个就是主耶稣对这间教会的心意，也是主耶稣对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主耶稣的一个的心意啊。各位亲爱的家人们，耶稣说，我在你的门外叩门，如果你愿意，你打开门，耶稣说我就要进来，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坐王，我要跟你一起吃这个很丰富的晚餐，建立这个的最亲密的关系，享受天伦之乐，你愿意吗？而我们请敬拜赞美队的人来带领我们唱歌，然后我们也把时间交给管长老，然后呼吁大家，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你愿意领受耶稣的这个的恩典祝福，你可以到前面来。